刚刚说我们影集一集要分几次？一集40分钟的影片可能花个4天才看完，就每天就是看个5分钟、10分钟就没了，一直被因为我们的那个二女儿二宝就是一直要暂停。专业的爸爸，这个哭声是饿了的哭，还是小拥抱的哭，还是怎么样的哭？现在听起来是蛮不爽的，蛮不爽的。他为什么不爽呢？他饿了，但是太早了，早一个小时。这位先生，你又在干嘛了？你又在偷吃什么东西？你在喝我的小米粥吗？小米粥好像可以发奶。请问你发什么奶？你去吗？你去帮我喂奶。奇怪，你不吃哦。我先等一下。其实我才刚吃完早餐，完全不饿。一天六餐，我真的不太知道要怎么吃。但我一直忍住没有点麦当劳，一直很勤劳的吃月子餐。希望可以9月就回归工作，以最好的状态见大家。你要去哪？我要去绑肚肚了。要不要去绑肚肚？绑完肚肚，他可能差不多要起来喂奶。谁、okay ？多忙的一个妈妈。那我就在床上先休息咯。你喝你的那个汤吧。拜拜。你在干嘛？生产完才是辛苦的道路，是喂奶。现在有的这边已经快要变石头的硬度了，我觉得。怎么了？很痛。前几次都会是这样子，然后慢慢的它就会越来越熟就好了。很棒哎、欸，你舒服它才会舒服。爸爸帮你买个小枕头。所以这样就吸掉了。对，它如果真的很厉害的，很厉害吸上去有没有？对，它就吸掉了。哦，对啊，所以你会发现蛮快的，你的内侧马上就软掉了。对，这么厉害。好，谢谢。人体真的很神奇。大哥，好希望他可以吸一下你。这位先生，你吃我的月子餐，吃我的那些成药，又吃那么多，然后我已经写图给你了，很仔细的写给你，我要什么东西，全部没拿，全部没拿。珍珠粉、D3、综合 B 群，我自己头脑都记得起来了，你都不记得 ？Oh my god！ 啊、你的状态太好了。Don't talk to me. 不需要这些东西。Don't talk to me. 那生完小孩很容易忘记事情。真的脑袋不好使。我想要吃我的白木耳。冰箱现在有一碗。我不能吃冰的，所以我请你拿常温的。我帮你喊喊到热热的再给你。
这样子瘦什么时候比我坚挺？就是你的拜拜秀啊，是不是很棒？就是月子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不会动到你太多的东西，但又可以酸酸的。酸酸的是？就是你的手会酸酸的。接手后让实体店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哦，我昨天看到也是觉得很懊恼，我也不想要他觉得我们很烦，但我用一个拉扯，觉得这就是不是过去。对，因为他不是快闪店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让他过去。如果他是快闪，我觉得就算了。就是我觉得必要。今天是卡雅回来的第一天，一切都还好吗？我是觉得还好啦，你是不是心情比较紧张？对，因为我们的大宝安娜也生病，然后今天家人又回来，感觉是不是手忙脚乱的感觉？对啊，我觉得我心情还好。真的、哦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，就是怎么带小婴儿，我觉得好生疏哦。真的、哦？你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哦。就是我也觉得有点生疏，但就是没有零紧张。对啊，因为你有神队友。很生气，很生气。这位爸爸，我们刚刚另外那个女儿吃太饱喷吐了，喷吐到 everywhere。然后现在二女儿跟朋友聊天不到两分钟，她又吐了。刚刚那个喷吐，这个喷屎，好忙。你自己拿，帮你拿着。我牵在他手上。我老婆不让我帮你擦。你自己擦，在学校没有人帮你擦，外面也没有人帮你擦。我在拿着你，这样算你一半。我们一人退一步，这样可以。那别我拿着，然后你自己过来。所以你要看你老婆的表情。怎么洗刷刷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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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就是很想要对你生气，但你又长得那么可爱。什么不满意的吗？对我们的服务，你可以都可以遵循正常的管道申诉，好吗？Baby， 爸爸要跟你讲，情绪解决不了问题。OK， 好好讲，好好讲。我们就可以一起解决问题。OK。怎么样？在这个当中有什么新的学习？有领悟出一些什么新的智慧吗？不要再说我的爸妈不爱我，我的爸妈比较偏心这种话，好吗？告诉各位，没有一个爸妈不爱你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还是长这么大。OK， 你爸妈就算再不爱你，还是让你们长这么大。他们就算再不爱你，还是要经历这种半夜为你。怎么样都弄不顺的时候，妮妮，不要这样子。妈妈等一下要工作，你让妈妈再睡一下。哭的是谁呢？妹妹。那开心的呢？爸爸，冰淇淋冰淇淋
你是谁啊？我不知道。你声音怎么变这样？我有在走音吗？你是谁啊？我觉得我一直很用力的想要讲话，然后好像很正常的讲话，但我好像听起来很沉稳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有性感吗？为什么？你先说，我平常声音比较好听，还是现在比较好听？平常。Oh my god！你声音为什么现在变这样？我不知道，我想要说我生病了，但我觉得我是太累了。可爱吗？哎，拜托，你今天听我讲话，从正常慢慢演变成这样子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因为我一直很用力的生活，对吧？从我中间开会到我跟小孩在讲话，就是我很用力的想要刷我的存在感，就是我在这里，然后慢慢慢慢到晚上我就变这